围棋的礼仪是下棋之前双方要起立行礼，然后这样起立行礼，然后要说到说请多指教，请多指教，对，这是一种，这叫鞠躬礼，还有一种右手握手，请多指教，这是握手礼。围棋的规则是黑先白后，就是黑棋先下白棋后下，但是怎么决定黑棋先下呢？需要猜先，猜先的规则就是由年长者或者是段位高的人，比如说咱俩肯定是我就年长者，然后我呢比你的棋位也高，对，我就手抓白子，然后你呢就负责猜，你猜呢就是你要猜我手里的棋要是单儿，你心里想李老师手里是单儿，你就拿一颗，你要觉得猜我这里是双，你就拿两颗棋子，你就随便猜，对，那你就出示，好，我也出示，然后就看我这里头是单儿还是双，哦，猜错了，是双，猜错了你就置白棋后下，猜对了你就置黑棋先下。对，围棋的正确制子方法，这我得教你，是右手，你是右手啊，右手中指在上，食指在下，夹住棋子，看，这是正确的制子方法，对，啊，然后，对，对，那你刚才确保是下阵吗？你观察观察。哦。啊，对，你可以从下那步棋。对，因为你一定要观察，你剩一口气的时候你要逃跑，发没发现什么问题，就是你这块棋还能不能逃出来了，啊，就扭羊头了，太棒了，你都意识到这就扭，被扭羊头争吃了呗，那就不用做争吃，你就不要再逃了，越逃死的越多，别逃了，到其他地方下去，对，嗯，你看你这步棋下也挺好，要不我在这时候打十年挺好啊，嗯，但你现在发现你哪儿危险没有？除掉它肯定死掉了，嗯，这块棋安全，这儿危险，看进入我的半包围了，嗯，所以说你要对让你自己的气变多，这个时候你在这儿也慢，你不行你就在这儿，在这儿要快一点，往多点气，对，往出，因为这边你还有地盘，这边的地盘既不是你的又不是我的，这块的地盘我们都可以去争抢，所以说你往这边往出冲的时候，可能你就在这儿做成连火棋，我就吃不到你。要是下这儿，一线又叫死亡线，它就在悬崖边儿，挺危险。你要下这儿了，我一会儿再打这儿，然后我容易把这都给你。你要是下这儿了，可能相对虽然我要下这儿，但你还能在这儿连上。对，你在这儿连上了。这是让我说的不要太难看。你刚学就很不错了。谢谢。我把这儿堵上，你这块这一眼就死掉。但是你这块儿现在我一放水，你这块儿就做成连火棋了啊！我现在告诉你咋做连火棋，我下这儿，你就下这儿，对，你继续下这儿，你收就行了。你下这儿，对，我也挡不住你了。这个时候，就即使我上这儿，你在这儿，对，好，再下这儿，你再下这儿。这个时候，你这儿做成了两眼火棋。这块即使这只眼，比如说我下一步我下这儿，然后这是刺杀，对，不是，因为这个时候我下这儿的话，如果我再下这儿，你一定要连这儿连上，对，跟这连的，哎，你这块棋整个都活了，你这块棋整个活了，因为你在这做什么连火棋，尽管你装围上了，这块你也活了。只要你一块棋有两只针眼，你整个连着的就都是活棋，你这就活了，就是一块棋，这也很好，yes. 啊。那如果是整片棋都下完之后，我有这两活眼，我算输还是？啊，那得需要裁判数子，谁占的目多，谁赢。
啊。谢老师，不客气，受教。热了。齐了，已经。已经死齐了。我吃三子，大全吃十子，十子一二三四五六七，直接七十个。你得让大哥鸡打。没有，让鸡子。你吃二十子，让大哥吃十子去。二十子，大哥吃十子。非常的有意思，非常易脑，打算回家之后在手机上下一个围棋玩玩，希望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去尝试更多的东西吧。今天又挑了一个提拉米苏，
OK， 就可以放很多。喜欢吃你多来一些。行。是不是还要往上盖一层面包片？放水果。都放吗？两盆的水果。好。尽力了，需要帮忙。没有了，我觉得非常好看。嗯，可以再拿个叶子。谢谢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大功告成。做蛋糕也是一项技术活，不过好在我们最终还是成功的把这个蛋糕做得非常好看。期待下次来做蛋糕，生日快乐！